粉丝有福利，柳岩半球自露秀美背。柳岩作为性感女主播出道至今，每一次出席活动的穿着都没有让观众失望，甭管男人女人想的这么都难。这次为其参与新节目站台，更以半球侧漏秀美背之姿谋杀无数飞灵，引得众屌丝垂涎欲滴啊。不过小编眼看着礼服侧面那清晰可见的半球，真是一捏一把汗，稍稍不小心那可就是春光无限好呀。到底是为哪般让刘美人如此卖力博眼球呢？你关注我也好，更关注我也好，通过关注我本身能够关注我们华语流行音乐原创音乐人的优秀作品，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我站在这里，露背装也穿上。